慈济在大陆浙江绍兴的环保教育站，三楼毛坯屋用沁色红装点出满厅堂喜气，还用竹筒排出大爱走过52年的图样，用心为的是照顾户岁末围炉。寒冬细雨用热情加温，派出专车接送交通不便的照顾户，看到老人家拄拐杖赶紧上前搀扶。腰鼓队热闹开场，也带动小朋友参与地水火风的游戏。满桌丰盛蔬食，热腾腾围炉，还融入照顾户的感性。活动近尾声是冬令发放的开端，照顾户领到了大米、生活包等物资，也回捐竹筒，一来一往间情谊的交流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浙江报道。